们请林部长还有外交部次长。好，来请林部长跟外交部次长。委员好。委员好。二位好。那我想我在开场的时候，我先稍微这个回应一下部分委员的关心。那我想这次为了更完善的这个宣传台湾，所以我聘请了一个熟悉英文、法文的专业翻译来当我的这个随行翻译。那他从他的本职请假来当我的随行翻译，过程里面他完全没有为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担任我的翻译，还有帮忙随行的杂物，当然全部都是我自费处理。那台湾 WHA 代表团共同出席的这个外交酒会，还有 WHA 的开幕大会，还有林部长的演说，我也都全程参与。那至于另外安排的市区参访、聚餐行程，在我跟外交部沟通以后，外交部也同意说我不参加这些行程，为了达到更大的为台湾发声的这个力道。所以在那些时间，我包括前往日内瓦国际记者俱乐部 Press Club 的演讲，还有将近250年历史的德语大报 NZZ 苏黎世新苏黎世报，瑞士最大的国家广播电台 SRF， 还有最重要的这个政治周刊 Vakan Titan， 这些全部加起来，我相信外交部的人员在这边可以统计一下，数以百万计的阅听人口。我想我牺牲那些市区参访，还有这个聚餐的行程，我想应该对外交部来讲，应该不会觉得我愧对我们的人民，还有我们的代表团。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脸书可以看到发生的相关报道曝光。那在这边，我想要先请这个外交部跟卫福部二位，我想在选举之前应该就了解台湾人民对新政府的期待，包括除了在国际之间拼实质的参与，还有专业的参与以外，很重视国际上面的平等、尊严跟主权，应该是吧？所以现在整个稿子没有提到台湾，除了这个 Taiwanese population 以外，受到人民各界的这个压力与批评，你们目前有没有开始做检讨以及未来的改进方法？这个人民的批评呢，就当作我们改进的一个动力。那回来之后，我们呢也计划要成立一个 WHA， 就是世卫的顾问团。是，我想这边哈。当然我有看到新政府现在急着想要辩解跟澄清，但是我希望外交部跟卫福部把这件事情当成你们的靠山，因为现在不只是时代力量跟执政党民进党，连国民党许多的委员他们在上周五也有用这个权益问题来这个提一个议案嘛。那里面他们有提到说，这个的批评是说只字不提台湾，严重矮化国家主权。我想这个是很难得，连国民党都支持以台湾为名捍卫主权国格的立场，所以我希望在接着的这一段期间，因为这是台湾民主化之后非常难得的时刻，有这样子一致的认为以台湾为名来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的这个时刻，所以我希望我要要求卫福部跟外交部应该要整理一份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过程到回来之后，跨党派的批评、人民的反应。我希望可以整理一份报告，是跨党派的立场，那包括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等这个重要的这个国际语言，那多国的文件，那希望可以提交给本席。那未来，我希望在国际受到打压的时候，应该要以这一份报告为民意的靠山啊。也就是说，这是跨党派的意见。我希望政府要很清楚知道，你们是接受国会监督，是要为人民负责，不是对中国负责。也不能把被国际打压当成一个自然。当别人给我们这个压力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一份这样的报告，各种语言的版本，让他们知道说，我光是一次没有讲台湾，你看嘛嘞，跨党派的批评呢。所以我希望这一个东西哦，未来是成为你们的靠山呐。那请你们可不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整理这样的报告，包括国民党、时代力量、民进党所有的这个批评的一个完整的整理，成为一个国会给。这个政府的一个批评压力也好，靠山也好，未来只要受到美国给你什么要求，中国给你什么要求，你就是给他说，我挂顶盖跟他去 WHA， 干按那你看台湾的人民想要那搞完批评，我希望你们可以做这一份，两个礼拜可以吗？可以。那再来，我最后想要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在各位的报告里面有看到说，不只是参加 WHA 当天的会议嘛，接着未来你。这个要组成这个 WHO 的这个团，然后未来希望每年都在参与这个全世界防疫的这一个工作。那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讲国际跟台湾面临到的疫情，不管是伊波拉啦、MERS 啦、兹卡啦、登革热、禽流感，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自外于国际、自外于防疫的。所以说，我们作为观察员，跟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国，一定有不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积极啦，一定有不一样。一定有的有一些会不能去开嘛，对吧？你请那个部长，你给他解释一下，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差别？WHO 相关的会议，那这个可能联会较知影。安尼无要紧，刚刚春山那边吼，我即摆重点是安那，因为咱刚刚几分钟尔，要叫你说一每一个会议我们参与的权利受损是怎么样吼，可能也讲不清啦。但是我在这边要要求，就是你们应该要整理一个这样的表格，我们参与是当观察员跟当正式的会员国的权利差别是什么？然后我们因为哪些东西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防疫漏洞，希望可以准备一份这样的报告的比较表给我们，因为我们未来在争取，因为这个是民生经济的问题，我们国人不会希望在防疫上面有漏洞，所以我们要让国人清楚知道说，不是正式的会员国，原来有这些的差别，那希望你们可以准备给我，谢谢。委员，